哎、欸，时间快到了，记得我刚刚说的事情哦。我知道，不要提到他脚的事。太刻意也不行，绝对不能表现出同情他的样子。哦，有没有必要这么麻烦啊？有必要，因为他是我的好妈姐。OK OK。敦特重拾，这我女朋友金野麻子。哎，坐啊坐啊坐啊！我做了一个梦，好像你也在。什么梦啊？做梦吗？不是，不是梦。感觉很真实。什么意思啊？好像，我去了另外一个世界。一本报道神秘都市传说的月刊，我蓝凯柔是他的忠实读者。我相信那些恶魔、怪物以及超自然事件全都是真的，而且就潜伏在我们的身边。搜奇月刊很稀有，只在一家书报摊才买得到。每个月的13号下午就是他出刊的日子，我从没错过。什么？停刊了？只要还有读者在看，你们就有义务继续出刊。快醒醒！哦，
要钱没有啊？你就看这边有什么能搬的，你就尽量搬走，不要跟我客气啊，尽量搬啊。我不是来讨债的啦，我只想要下一集的收集月刊、啊。不做了，最近出版业不景气，半个杂志都会倒。你没听过一句话吗？今天如果你要害一个人，就叫他去办杂志社。我就是那个被害的人。你就是社长哦，你还不能放弃啊，还有我这个忠实读者啊。还没请问你是？我叫蓝凯荣，我最喜欢研究神秘事件了。搜集月刊是我每个月必追的杂志。OK， 你被录取了。啊？你这么喜欢看，干脆来当我们主编，自己编自己看，不是很好吗？就这样，我从读者摇身一变成了主编，但只靠我一个人是没办法拯救这家杂志社的，得靠大家的力量才行。于是我在网络上发文邀稿，征求任何神秘、不可思议的事件。社长，有事件发生了。我跟志彦是多年的好友，毕业后我们都进入了百迪科技公司，担任研究人员。不久前，志彦的女朋友也成为了我们的新同事，他们两人还恰好分在同一组，志彦的运气还真好。其实我也希望他能够分到我的小组，让我可以每天见到他，每天一起工作。也许有一天，她会变成我的女朋友。没关系啊，我有面，没关系啊，啊，吃面就好了。吃啊！不用了，吃面就好了。吃啊，手做的，很好吃。不好意思，不用了。好吃吗？哎，真是好久不见嘞！哎，崇史啊，之前听传闻说你跟你女朋友同居了。真是羡慕，你从以前就很有女人缘啊。是百迪科技的同事吗？哦，在他进公司前你们就认识了？嗯，朋友介绍的。谁？三轮之焰。哇，三轮之焰，那家伙还真奇怪耶，他不是没交过女朋友吗？去帮你介绍女朋友，我敢说，这是划时代的发现，而且是颠覆虚拟实境工学的一大发现。那一晚，志彦得意地说了他的研究成果，但我一点也不关心，满脑子只想着马柚子，他的身影已经占据了我的心。小声一点好吗？
之前喝醉了，我意外的有机会和麻药子单独聊天。我们聊得很开心，甚至聊了很多连之前都不知道的事情，像是他爱打网球。打？只是他不敢在志彦面前提起运动的事。如果可以把他的笑容占为己有，该有多好！回家，子夜，走了，我睡，我睡。拜拜。我和他之间有了小秘密，让我的内心产生了优越感，同时也是我背叛子夜的开始。走吧，子夜。敦贺君，研究有进展吗？你说三轮子夜。他不是调去洛杉矶的总公司了，我还以为你知道呢。怎么突然关心起他？你最近不是春风得意吗？别装傻了，听说你跟金野同居。其实我也不感到意外，三轮和金野的关系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追求过他，不过以金野的美貌当然跟你比较匹配，我这样子说好像太多了点。再一次员工聚餐时发生了一件怪事，跟之前同一个研究小组的小七忽然精神错乱，痛！对啊，我是到底是哪里？我是谁？叫人帮我！我好痛！教授。教授在哪里？叫人！据说他突然搞不清楚自己是谁，现在在哪里？他怎么了？不需要叫救护车，我来处理。带到我的实验室，来，走。带到老师的实验室，好，快点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会处理。杜先生，你是小琪同事对吗？我是他女朋友，我怎么都联络不到他。我以为他工作忙，可是我打给百利科技，他主管说他早就辞职了。求求你，如果你知道什么消息，请你一定要告诉我。公司的后头有座员工网球场。有啊，我刚刚有打出来，你没看到吗？我刚打那球超帅的哎。真的，我觉得你还蛮厉害。真的吗？你很厉害啊。马友子终于把我们那天聊天的话题告诉了志彦，没想到。志彦主动鼓励我们一起去打网球。好渴哦。那我去买饮料。好，拜啦。我。打算跟麻友子求婚。三轮志彦，为什么突然提到他？上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？我忘了耶，可能是在公司吧。啊？可以问我一个奇怪的问题吗？好啊，你想要问什么？我和志彦是不是只是朋友？你这句话什么意思？他是你的好朋友，不是吗？我和三轮只是同事而已，你到底想要问什么？
这一阵子，我感觉自己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。麻药子究竟是我的女朋友，还是之前的女朋友？如果真的有平行世界，到底哪一边才是我真实的世界？我感到一阵恐惧，因为这两个世界正在逐渐的靠近，就快冲在一起了。平行世界之间可以透过所谓的虫洞来穿越。敦贺虫屎的状况，应该就是不小心从虫洞掉到了另一个世界。嗯，只要找到虫洞，就能把敦贺虫屎带回原来的世界，解决这次的事件。啊，暂停一下，在我们进入凯柔的科幻小剧场之前啊，我想先问一下。百迪科技是做什么的？我看看哦。百迪科技主要是在研发虚拟实境的科技，跟以往的研究不同，不是透过人体的感觉器官来产生真实感，而是直接对神经系统发挥作用来产生真实感。好复杂哦，我不太了解这什么意思。嗯，原来如此。那他们进展如何啊？据说他们正在用黑猩猩在做实验。哦，社长，这跟本案有关系吗？嗯，也许这起事件不见得是个平行世界，而是个虚拟世界。真的吗？去找一下虚拟世界的资料。来不及了。如果百迪科技在暗中进行人体实验，那么敦贺虫屎可能就会有危险。走吧，凯柔。我给你薪水吗？没有。你真的相信有平行世界吗？相信啊。那你觉得大家都相信吗？应该相信吧。那太好了，下次再走来找我的时候，你就帮我跟他们说我去了平行世界。发现一些线索，小溪的失踪恐怕是我们公司在背后搞的。公司为什么要做这种事？麻子属于我，他属于我。不！啊！麻子，麻子！啊！啊！麻子，你在哪里啊？怎么会突然找我？有什么事吗？